Hello， 大家好，赤子之心，乘风破浪，我是万宇航。之前作为一个小有经验的时装编辑，今天我想在这里为大家分享几个雨天穿搭秘籍。首先呢，是雨伞。我建议大家选择黑色或者透明色雨伞，因为这样极为百搭。雨衣呢，我们也选择透明色，因为这样我们本身的穿搭风格就显而易见。作为一个极具造型感的雨鞋，我希望大家不在雨天也穿雨鞋。我是万宇航，我可以为你撑伞护航吗？